你们好，我是阿刚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我们带上82年的火钳去外婆家的小河边抓乌龟去了。一来就在这边发现了有3只小乌龟正在这里晒太阳，咱们直接用火钳把它夹上来。这前面还有一个，这个乌龟还挺漂亮的。咱们现在继续往前面寻找，看一下还有没有。哇，在这个石头旁边又发现了有一个，这是一只草龟。我去，这边也发现了有2个，这是一对情侣的乌龟吗？这2只乌龟都是金颜色的。哇，这前面还发现了一个，这个乌龟好金呐！这个金龟太好看了，太漂亮了吧！咱们现在看一下前面还有没有。哇，这前面发现一个好大的一个乌龟啊！我去，这个乌龟太大了吧，应该有个4-5斤吧。实在是太大了，这前面还有一个小乌龟，这个乌龟好可爱啊。这些乌龟今天都出来晒太阳了吗？今天天气特别特别的暖和。哇，你们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一只甲鱼。哇，这真的是一只甲鱼，这个甲鱼好大。咱们在这前面还发现了一条胖头鱼搁浅在这里了，这条胖头鱼也太大了吧。